奇啊，一早就有两个小朋友来我们的房门敲门了。没错，就是这两个小皮蛋。小皮蛋，一只是长颈鹿，长颈鹿，长颈鹿，一只是什么？小玫瑰。他吵着要我带他们出去玩，走，我们一起出去玩好不好？最好是啦，明明就是一直来吵我们，来 ，go go go go， 出去玩喽！我现在等公车啦，公车报数。二嘞，二嘞，阿三呢？可不可以那个有点秩序来报数？三，萌萌萌萌萌，走，跟着我走吧，我们一起。我是车子，我们要往前走了。户外教学，来，请问这叫什么？叫做爹啊，来，爹啊，来，讲得很标准，来，蕾蕾换你。爹啊，爹啊，没错，小姐讲一次。爹啊，没错，现在台语都没有人会讲。Go， 我们继续去往上走。请问你在用这只叫什么植物？这个是什么？啊！妈咪，妈咪，我们现在来到这边呢，已经上到最上面了，对不对 ，Ari？ 对不对？好玩吗？好玩吗？有没有很好玩？有。那你们最喜欢上山玩玩植物吗？那个我后面有个小朋友一直在弄我，好色啊！你怎么可以挖我屁股？坏坏！三个小朋友就这样不亦乐乎的往前跑了。怎么了？搬哪一个？蕾蕾，你怎么看到什么东西都想搬？这是什么东西？拍一张，拍一张。耶、yeah ！哎，小朋友开开心心的。在玩木头，跟大自然融为一体了。走吧。这三个小朋友非常的皮，直接爬到木头上面去玩耍了。来，一起跳下来，一二三，跳！嘿 ，two three go， 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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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队形队形，来跳起来，跳起来，跳起来，是什么？谁谁谁？长颈鹿在被追了！长颈鹿，你刚刚想挑战自己跳下来吗？想，再来想啊！哦，弟弟厉害！小丽儿你也下来了，只有姐姐不敢跳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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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耶，我看一下，大家喝水啊，这是午餐。午餐，这是今天的午餐啦、啊。好冷啊！稍微把那个热狗先。煎香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吃喽。对，青酱意大利面、yeah、完成。看一下这个。来，随便拿一个吃吧。来吃一口。一口，这不就是我们家的？啊、来露营呢，所有人都是那个什么穿拖鞋，只有一个人不合群。刚刚啊。哈，爸爸妈妈的天哪，爸爸妈妈的天哪，爸爸妈妈的天哪，爸爸妈妈的。我叫 Super 爱着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吧？哇塞，来蹭饭吃了啦！这边是什么火锅？对。举哥，你们吃什么？我们吃什么火锅？我们偷过来的。偷过来的，回家去，待会要去蹭饭吃。那是阿举家跟张简家，我们要去刚刚家看一下煮啥。哇、哦，这边也是非常热闹。你看，所有的小朋友都在里面吃饭。耶、yeah ！小朋友，可以吗？开心吗？快乐吗 ？iPad 好看吗？来看看这边耶一下，一二三耶！没有人理我们耶。啊，只有你啦，乖。哇塞，这边人最多啦。你是帮我买可乐、啊？哎、欸、，Ricky， 你们家嘞？快吃完了。快吃完了。对，等我们家负责煎肉。嗯，那烤肉是我们的。刚才炒。不是吧？我第一次看到这对夫妻两人，你看。而且还穿那个情侣装，两个人都穿绿色，两个人居然在煎东西给我们吃，哎，天哪、啊！齐力断金，哎呀，太厉害了，两位夫妻呀、啊，你看看啊，哎呀，她老公说这连葱都没摸过啊，今天给她摸惨啦、啊，哎呦，你看老婆还要把脸遮起来、啊，见不得人，见不得人啊，因为大家都飘到别的地方。到了，有没有？
来来来，这鼎安尼500块买袂无？不免咯，袂哦。哇塞，这酱油加下去之后，你看，人生第一盘炒猪颈肉，炒松板猪就来了。结果不小心太咸，因为酱油是我加的。来来来，看看一下，摆盘了。弟弟在等了，弟弟在等，弟弟在等。带碗来吗？他第一次看到这个阿姨把那个一盘煎肉给人家吃。快买，来个快买。加下去了，啊！这肠啊，你看到有肠啊，有用无？有落用啦，真正搞啦！起床啦，小丽也起床啦。今天早上6点呢，你的阿伯阿姆呢就开始煮早餐，然后讲话超大声，聊天超大声，旁边还有另外一些帐篷是6点都跑去洗碗。妈妈已经在收东西啦，其实还蛮好睡的哦，因为可能加了电热毯。好睡吗，小丽啊？耶、yeah ，早晨的样子，就是起床的样子。早安，这是我们家的帐篷，小小的一个，我小碧早餐店开张啦！现在大家都忙着收帐，帐篷也已经放下来了。这两个小朋友在那边吃早餐，然后两个父母都没有准备早餐，然后去吃，对，吃人家的早餐，实在是太不好意思了。可是呢，还是吃得很开心，哈哈哈。这边喊太美妙了，太美妙了。没错，我们录影就是这么的蠢，都在做一些。没有了。我们两个人没有带早餐。只好跟隔壁邻居要早餐，还好我好邻居，这是我们的小弟。看这有多丰盛，就有多丰盛。竟然还有尾鱼，我们还有尾鱼可以吃，太感动了！谢谢小弟，谢谢小弟，耶！月月的色气，红红裂口，他笑得好温柔。我的心中，哦，有你的笑容。耶，我们最后呢录音完之后呢，我们就下来下山，看到这家客家菜，然后结果我们就一群人一起吃了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就吃到这边了，拜拜啦，拜拜。